即便台风来势汹汹，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的竞选行程照跑。不过外界关注他的副手人选，因为郭办发言人黄世修透露，郭台铭已经找到副手人选。我们应该保密的很到家。是政治的还是商界的？我想现在我们不能透露。我觉得林志玲怎么样？神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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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很严肃的话题，不要开玩笑。被点名的林志玲透过经纪人表示，对政治不甚了解，只希望大家健康，世界和平。郭台铭也被问到请辞鸿海董事，是否担心影响鸿海股价？四年内的董事会，我没有一次去参加过，这一次。经过这个媒体的提醒，我才忘了我自己辞董事，这是一个作业程序的疏忽，所以赶快把董事辞掉。郭台铭到新竹公庙参拜，陪同他的还有国民党中常委范成廉和先前退出国民党的前苗栗县长徐耀昌。是否找他们联署？郭台铭仅说，两位都是客家重要人士，要跟他们学习。新唐人亚太电视林秋霞、曾义豪、郑永如，台湾新竹报道。